到，干，我二楼都已经探了快一半了，然后才拿到地图。然后他说这里有一个什么笛子，警犬。为什么我没有拿到？推到房间一扇。我好像有个地方没有找到，好吧，好像有个地方没有拿到。看一下，还有，干，还有个地方要，还有个地方要跑出去。叫狗出来才能拿到东西，真麻烦。有一个房间有警犬，我在看攻略啊，对吧？因为干这个真的，这个真的有点难玩啊，不是我想讲，这个游戏真的有一点难玩啊。先不要，先放。不是我想想啊，这个游戏我小时候应该也是玩不过，我居然敢玩也玩不过这个游戏。啊，昨天说不开，今天才开。我原本是想说没有要开啦，但突然想玩一下。层楼的房间好像都逛过了。这里吧，What the fuck？我再调查一下那个房间，等一下。觉得应该是一个东西没，因为我记得我那次去那个房间，靠腰啊，方向感，天才般的方向感。这一个吗？不是这个。啊。这里绕一圈，是吗？啊，看，这个，哦，这里就是这里，对，啊，就是这个。就是这个犬笛，我可以在什么？反正就是要在某个地方叫狗，看一下啊。要去
由餐厅楼回廊二到最西，使用剑形钥匙到最西边的门，再看。看一下，好。好，可以了。这个游戏真的是解谜成分真的有点高啊，太长太容易不知道现在要干嘛。啊，他说从这边二楼这边的回廊。餐厅的回廊到进最西边的门。好，之前有没有什么门打不开的？听说《地狱少年》有第四季了。没错，好像我记得好像是要出10月还是7月，有点忘了。马上抓到。有人好大声啊！大家要不要过来啊？这次嗨，同学。干！绝不贪刀的男人，干！如果只用小刀打也打太久了吧？同学，你要不要起来一下？有没有搞好球啊？又回到这里啦！还是我这边其实有什么东西可以进去？哎呀，怎么又回到一模一样的地方啊？搞什么鬼啊？你是不是要起来啦，同学？走这里也没地方走啊。
哎哦，我身上的刚好钥匙用掉了，全部的门都开完了，不错不错。干，他说。下楼梯，这边楼梯好像，哎、欸，哦哦，这楼梯可以下去，哎、欸，我刚以为不行。すいません，刚刚根本没看到这玩意儿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同学，起来一下，有种起来输赢吗你？哎呦，怪怪的，我们来这里先看一下这里。我们要调查他了。啊！温馨，温馨，让我睡一下，拜托，让我在这床上睡一下。哎，好久没有听到这温馨的音乐了。听到这温馨的声音，就觉得安详了许多。干，这肯定有东西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你知道吗？干，肯定有鬼。干，哎、欸，他说在这边使用吗？我看一下，不是。干，然后回去的时候一定会。没有，没有。安安同学，不起来。哦哦，我突然知道了，刚刚那个应该是用小钥匙，是。气突然安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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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静静静静静静静，哎，是不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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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我靠！我刚忘记装枪，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干散弹枪，干！哎，闪光弹碎，身上拿不起散弹枪啊，搞屁啊！马上塞得满满的，看一下。哎呀，先来拿东西，子弹也还够，刀就先暂时不要拿。然后先去拿死把。不对，我在干嘛？
啊，不是这样拿，干嘛？真是傻逼！要看要何时哦，看我也不知道哎，再说吧。可以把射弹跟散弹枪拿起来。不要爆哦！不要爆哦！各位开个时间哦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们七点半休息一下，好吧？再说，七点半先休息，吃个饭之类的。哎，这个坏掉了。烂，先暂时这样，反正稳稳的，稳稳的，不要作死，应该不要作死，稳稳不作死。哦，跟好的换，哇靠，太聪明了。对齁，那个地方就用干你老师，我们打不开，跟好的换就好了。看一下，先不要带着好了，我记得反正我之后要用再弄。这就是放在那个有枪的那个地方。哇靠，太聪明，干，你没跟我讲。哇，他手就挂在这边呢。记得拿着这个小钥匙，这个门也是，这边这个门也是要用小钥匙开。这个，哎，是不是？不要搞得那么神秘，好吧？应该是这里。哈哈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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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，小黑，退下，退下！哦哦呦呦呦呦呦呦！走开走开走开！退下退下！哎。是他是他，妈的婊子，没按错，调查，这是什么啊 ？Call Kyo King。什么 ？Key coin 是怎样？哦，这是直接永，这是永久使用的那个，是吗？我刚受了伤，就直接在那边吃就好了。然后这个coin知道干嘛？掉下来是银币。哦，哦，再调查一枚。哦，这个还要再调查一次。哎，不对。
太神奇啦 ！Amazing！ 还有什么地方？哎，这里来过。啊，没错，就在这里。我们有个钥匙可以去替换。终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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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里吗？在这里。哎，不是，我们终于拿到了这把钥匙。下一把钥匙，我们这次可以拿去跟旧的、跟那个假的钥匙替换，要不要跟那个放在地板上那个钥匙替换？啊！盖盖盖，好快好快！哎哎！大你也太优秀了吧！他还乖乖的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鸟他、欸，还不用鸟他、欸，他就嗯，然后他开他一枪，他很爆炸。我身上好像没有自保装备了，都没了。不是吗？不是这个，那我这个到底是什么？我这个可以开什么门？我看一下，我这是凯型的门啊！好好 ，OK OK。好，散弹枪跟蓝宝石的可以去用用，好好 ，OK OK。好，我们就把散弹枪跟蓝宝石可以拿来用用。散弹枪真的房间在哪里？我就忘记了。拜拜，回头，感觉这一次走过去就会被干，先不要过去。走嘞，在哪啦？到底想怎么样啦？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越来越近了。
废物。这边要拿那个。啊，觉得做了很多大事。来，我们存个档。好意思说人家废物。子弹也渐渐要用完了，请问我该如何是好？我要去找放枪的那个地方。哎，这个门是不是哪一个型的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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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碎！哎，碎！闪光弹。哎呀，我想回去放一下，因为我这边应该不是要，我这边不是那个地方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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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玻璃不要破掉！别吓我！别吓我！不要爬起来哦！等等，先遇到那个地方再去拿。先这样应该够了。干，从头到尾只有小枪可以用。Eye of Tiger， 这边就是要放我蓝宝石的地方。嗯，这样要先回去拿一下。这边可以拿，据说是可以拿那个散弹枪的子弹。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，钥匙这么小的东西，为什么可以占一格？我觉得不应该把钥匙算一格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，它这个格数太少，终究是让人觉得有点烦躁哦。主要是我要一直回来拿东西，很烦。我觉得钥匙根本不应该要算在一格里面，它应该就是像地图一样，就是不算格数的。而且这也不合理啊！你小箱算一格，你小箱是一格，然后你的钥匙两把是两格 ？What? Why? What? 怎么会这样？这完全不合理、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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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了一个我还没有的东西。拿
了一个完全没屁用的东西，因为我现在没有枪的本身。因为可以氪金抽扩充包包，好棒棒的想法！感谢卡普空，赞叹卡普空。这个世界观，榴弹枪跟枪跟钥匙一样大。真的是觉得应该要玩极了。我觉得克里斯比较难玩，也就是其实没有特别难玩的地方。好了，先这样吧。怎么找不太到？到底要在哪里？到底要去哪里？那个拿散弹枪，往东翼，往前往一层东翼的房间哦，一层。啊，算了，我先把这边的房间调查过一轮好了。绝对有什么，绝对会破窗户，没有，绝对有僵尸，没有，有耙子，没有，哎，有鬼哦，你看，我会自动转身。水龙头这边是要怎么样？直接查攻略卡实在。哎，水龙头这边我看他好像没有特别先来玩。绿色。哎呀，好多触手哦。哎呦！すいません、すいません。好吧，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玩。哎呦，感觉这边等等就会有乌鸦撞破我的窗户。干同学，你要不要起来一下？哎、欸，哦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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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不要、啊，大大会怕、啊。干，不要啊！走开，走开！你他妈，哎、欸，自由。
等一下，我发现我快死了，先吃。废物！是什么？饲养日记。是怎样跨模呢？巴拉巴拉巴拉，好，很棒棒。哎，这两个人是在搞基是不是？而且这个人还躲在衣柜里面。这两个人是原先其实在这间房子里面搞基的。水。这是什么？弹钢琴游戏吗？干这！哎，算了，先不要拿。那镜子感觉就是破窗有东西跑出来。哎，这里。这感觉什么都没有。看看你有什么好酒？这是什么？干，这是表我是不是啦？突然问我要不要拿一个色带，看好像没东西，然后我就拿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欸，有东西。”已经到一开始的地方了，我看一下啊，还不能用。嗯，我要怎么？我想回去，我回刚刚的地方，把那个放进去。不能扩大背包吗？也许我氪金就可以吧，我猜。似乎是不行的样子。欸，对，刚是对啊，我妈喊吃饭，对，我们再玩到七点半，然后吃个饭，然后再继续玩。对，然后我们找个地方放一下东西。这个地方，这个真的是八格包包啊，不是六格包包，真的是本游戏最大败笔。其他地方我都觉得还蛮好的，就很可怕。但是就
就是包包这个点让我觉得很烦躁。扩包不用氪金，但要找有道具是，所以它有道具可以氪金。哎、欸，不，有道具可以氪，有道具可以扩充包包。啊，它真的是要扩充包包哎、欸，它不扩充包包真的是有够难玩的。带着好了，感觉我快臭掉了。好，我们先休息好了，我们先去吃饭。然后我妈也叫我去吃饭，直接先吃饭。然后我们大概8:10左右，8:10再开好了，8:10。